柱子老铁来了啊，出个工，现场给指导啊。给老铁交流中。从第一个边开始练啊，第一根针开始练，回头你那样，看你需要打多远。一根针练完，还得调这边，还得开圆，然后还没针。你不要，你姿势该哪儿哪儿来哪儿来的。然后回头你啊，就说你在户，就一开始最好是在户外练。然后回头你那个找一个弄个纸板也行，或者弄个啥也行，然后上个厨房里面，这样去先笑一下啊。十米的时候笑一下，一个人你最近也应该十米啊。你看，你牵着我手心还是不对的，还有后手，人家又往后手心了。动手给老铁调整姿势。然后头往前看一眼，对吧？哎，再往前来一点，周老师，现在是不是苗这个对准？这苗现在对准了，对准了。哎，这手没有啥问题。把老铁累够呛。我拉几下就习惯了，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不习惯。现在是那啥，对，